从我的人生经验来看，个人的定位计划很重要，就是你要知道你未来想做怎样一件事，并且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。现在的人在城市待久了，还是要多和大自然接触一下。盛雪成立于2004年，做户外产品已经19年了。商飞是盛雪公司旗下的子品牌，而盛雪的企业文化就是让人类重新爱回大自然。我们做品牌也是踏实而坚持的，不是注册个 logo 就结束了。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，一点一滴地去接近、了解和共情消费者，从线上线下全方位进行市场调研，建立用户画像，真正找到用户的需求与痛点。既然决定要做了，我们必须从一而终。我认为不行，因为你刚才讲的，可能我的很多员工都觉得我是个要求很高的人，感觉我很严肃。但事实上，既然我选择我这一辈子只做户外这一件事，不管以前还是未来，我始终都用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。那我认为在这个扶手上面，这样才能不辜负自己的初心。我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工程师，是个一笔一画的人，所以我也会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我的员工。正是因为这种严苛和坚持，才造就了盛雪如今的实力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想代表商飞，更代表盛雪公司，想和咱们的粉丝有一个约定：商飞的产品优化会始终坚持从消费者需求中来，同样也会回到消费者的升华中去。不管是在户外、在家还是在哪，让商飞成为陪伴您获得收放自如状态的那个伙伴。